度了释迦牟尼之后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仙。什么样的人呢？聪明好学。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啊，热爱知识啊。19岁离开家出去参学。寻思访道啊。当时印度宗教哲学可是世界之冠呢他全都参访了，一个都不漏12年结束，没地方再学了，问题没解决。印度人的学术没有一个不重视禅定，宗教重视禅定，这禅修学术界也重视禅修禅定当中能够突破空间维次，能够恢复局部的本能，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，古婆罗门教他们传下来的。婆罗门教的历史我跟他们有往来，他们的长老告诉我，他们有13000多年的历史。我相信我们中国文化至少也有13000年历史只是上古时代没有发明文字，没有记载，完全是口传身心言教，没有文字印度也如是从四禅八定里面看到六道轮回上面能看到28层天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这不是迷信可是要问，这六道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没人能解答。宗教没法子解答，学术界也没法子解答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把四禅天、四空天当作大般涅槃，大般涅槃不生不灭，认为那个境界是不生不灭。那是很深的定功。几乎所有一切都停止了，都不动了，是那么样一个境界。粗的念头扶住了，细念在流转，他自己不知道。
以为自己念头没有了，极其微细的念头在流转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参学告一个段落，放下了，十二年所学的东西暂时放下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入更深的禅定，这一下才突破了，不但突破了六道，同时突破了十法界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才证得究竟圆满，问题解决了，六道从哪来的明白了，为什么会有六道也明白了，六道之外海阔天空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，华藏世界被他看到了，世界的缘起也被他看到了，出了定之后开始教学，那一年释迦牟尼佛30岁，79岁圆寂的教学49年，方式呢四书教学，是中国传统那种四书的方法，孔子孟子都是这个方法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方法，佛讲经教学真的是身行言教，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榜样给大家看，日常生活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戒律，戒律就是释迦佛这个老人家一生他的行医，他做到了，他说明白了，大家相信啊，如果说到做不到谁相信他啊？你看他的事情先做到然后再跟你讲，你不能不相信啊！汤匙，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第一天我跟老师见面，我就告诉这些老师们，这个教育不是一般教育，圣贤教育是真正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为续佛慧命，为弘法利生，大家要正感，释迦教学成功了，孔孟教学成功，他为什么成功？先行其言，他想说的先做到了，所以他成功啊！
我说，说的做到之后，再说到这圣人。说到之后啊，一定能做得到，这是贤人。说到以后做不到啊，那叫骗人。啊，骗人肯定是失败的。啊，你不会有成就。一定要学圣贤。如果我们老师，那第一批老师37个人呢，你们这37位老师都是圣贤，这个事情决定能办得成功。啊，老师真难得，我们真感动啊。《弟子规》里头字字句句他都落实了，都做到了，在这个小镇表演给大家看，人相信了，先表演，然后再开课，再告诉大家我们定在什么时间开课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，这办成。啊，在这个小镇上，小镇有12个村庄，居民48000人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啊，老师带头，很快收到效果。啊，不到4个月。小镇的风气发生很大的转变，啊，这个实验成功出乎意料之外。我们原先想象传统文化丢失了几十年了。我记得我10岁的时候就很少人提这个事情了。啊，我离开家乡70年，至少丢失70年。恢复2-3年那就很快的了，没想到不到4个月就恢复了。我们这批老师欢喜，无量的欢喜，肯定了古人所说的话，人性本善。啊，第二句是我们发现人是这么好教的，那换句话讲，就是没人教啊，一教他就回头啊，他就觉悟啊。啊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10个月，第10个月，我们的语言成熟了。啊，联合过来找我们办个活动，啊，通知我们来，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办活动的时候，是5月，第5个月，啊，活动在10月，我们有5个月的时间做准备，啊，把我们实验的这桩事情，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，还做了3天展览。成绩卓著啊！
啊，那一次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我只有两句话告诉大家。第一句话是，宗教是可以团结的。啊，我邀请新加坡九个宗教参加这次活动。啊，这是联合国从来没有过的。第二句话告诉大家，人民是很好教的。啊，我们的实验成功了。啊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众德本呢，就是念佛名号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几个人认识啊？每一个修佛的人都头脑都想着，我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积功累德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都有这个念头啊，都有这个愿望啊，不知道怎么修啊。啊，在这里告诉你，老实念佛，就是断恶修善，就是积功累德。执中得本。佛法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智难行矣，啊，佛法你认识它了解它难啊，所以佛说法49年，行真干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，一念回头，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行真不难呐、啊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做表演。觉了就是凡，就是佛，不觉就是凡夫。唐代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中国人做了个表演，没开悟是凡夫啊，一开悟就成佛了，一念之间的。他一生就听这么一堂课，五祖忍和尚半夜三更召见他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他不认识字，那就不需要经本。啊，五祖说他听。不到四分之一了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说出了他的心得报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何其是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自信啊，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一听，行了，真的开悟了，不是假的。后头不说了，
衣钵就给他了，啊，传他衣钵，叫他赶快离开，半夜把他送走。为什么呢？怕有嫉妒障碍害他。他很年轻啊，24岁啊。啊，他避难，他在猎人队里面15年。15年之后，大家对这个事情淡忘了，他又出现了。慧能再出现的时候，39岁。啊，他在猎人队里头隐居了15年。在猎人队里做义工，啊，给猎人煮饭、烧饭，做厨房工作。猎人吃肉，他拿青菜放在锅边上煮，吃肉边菜。啊，没有这个耐心行吗？啊，祖师大德做出好榜样给我。都是给我对我们的教训的，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提婆达多嫉妒他，陷害他。慧能大师的开悟，也是因为有人嫉妒他，要陷害他。你没有耐心，你就没有成就。啊，这种障碍，佛祖给我们实现，那在今天的社会，决定不能避免了。我在台中学讲经，老师告诉我，李老师给我讲。你将来出去讲经，讲得不好，人家讽刺你、笑话你，还没有什么，还不算什么。如果讲得好的，讲得好，比别人都好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为什么麻烦？你会走投无路。到后来，果然呢。一生到处流浪，居无定所啊！自己得到一点安慰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做了榜样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49年，居无定所啊，到处流浪。我这一生跟释迦牟尼佛过的同样生活。啊，我这个流浪还算不错啊，每个地方邀请啊都还很礼遇，讲完了就走路。啊，在外面讲经居住的时间最长的是新加坡。住了3年半。啊，第二个最长的是香港，1977年住了4个月，其他的地区都不超过3个月。
啊，时间短的一个星期。啊，半个月、一个月到一个月是最多。夜深流浪，居无定所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帮助我放下，不放下也不行，啊，非放下不可。啊，我从来没有个念头见道场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这个道场是韩馆长往生之后，你们物资辈的一些师兄弟很可怜的，无处乐居啊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语言成熟了。啊，埋下这个地方，是供养你们在此地。修心养道啊，帮助你们成就啊。道场里面没有负担，没有欠债，道场没有金灿佛寺啊，提供你们完备的修学条件。你们如果是真干，是你大成了，不是小成。大成就啊！啊，你们没有真干啊！我这个十年当中，几乎一半的时间是在做宗教和平、团结的工作。这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啊，参加十多次的国际和平会议啊，但是你们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，你们没有把这个地方抓紧。真正抓住的人都成就了。你们看看中国大陆，哈尔滨的刘素云居士，人家十年成就了。啊，别人问他，你用什么方法成就的？他的成就就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他听我的观点，听懂一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这一句话他听懂，十年他就抱定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这部一套无量寿经的光碟啊，什么时候的呢？是早年在台北图书馆讲的无量寿经。那个时候是用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啊，没有形象，只有音。以后大概是做成光碟 CD， 他就得到这么一套东西啊，告诉我他一天听一篇
一片是一个小时，但这一片的时候听十遍，每一天听经听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重复，啊，重复十次，长时熏修。一部经听完了，再听第二遍，也是一个小时，一天听十次。除了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，没有杂念了。啊，这样用功的方法，我知道，平常人、普通的人，大概3年到4年就得念佛三昧了。6、7年呢，他就开悟了。10年的成就了。啊，这是没有同参道友，一个人在家里得了重病。哎，用这个方法听经念佛，病好了，红斑狼疮啊，比癌症还严重啊！啊，这个就是经上讲的“众祸皆转”了，这对他个人来讲啊，这要命的病的时候居然好了，转过来了。现在在国内弘法，啊，这一次我带他到香港、到新加坡、到马来西亚，啊，到这个印尼，啊，我说弘法要走向国际，啊，讲得好啊，到处受人欢迎。这是最好的一个榜样。从光碟上学习成就了，从卫星上学习，从网络上学习的成就的人有。我有听说，现在还没见面。啊，他们的条件确确实实，古今中外没有两样，都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幕后这里总结，且此二说是不相违。前面讲的两种说法不相违背，因菩萨因行不离念佛故，故一中有二，又念佛了缘聚万德故，是二中有一，没有违背啊。一即是二，二即是一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功夫不得了，搞了这么多年，实在讲连边还没摸着，这不能怪别人，怪自己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真干，你想想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也真的能做到，啊，老实听话真干，不是个个都成就了吗？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